相亲了啊，马上就有对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嘿，小伙儿长得老带劲了啊、哦！哎呀，我一看你呀、啊，指定有出息，好好干啊！又来了呢，没事咱俩唠会嗑呗。你没事找我唠啥嗑啊？那平常没事咱俩不就唠嗑吗？平常没事的时候啊，咱俩唠会嗑，那没毛病啊，无所谓。这个你说的吧，你呢一个人，我呢也是一个人，对、啊、吧？嗯。这个你家有啥累活啊？你干不动的，我帮你干。那都不要紧，都不是事儿，你可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。哎，这咱们呢，这左邻右舍的是吧？这纯属于互相帮助，知道吧？嗯。哎呦我去！那个，你有事没？啊、没事啊。啊，没事你走呗。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我想吃黄瓜，妈的。你想吃黄瓜，你想吃黄瓜，那门口园子里头不有呢吗？你自己摘去呗。给我摘一根去。我可不给你摘。给我摘一根去。哎呀，你自己去摘就得了，你这磨叽啥呢？你给我摘一根，吃完我就走。你快自己去吧，我这有。哎呀，我吃完就走。哎呦，我有事儿啊，我今天我有事儿啊。你没看我今天这啊，立正吗？嗯，是比平常立正点，你这要干啥呀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今天吧，那个谁二狗子在隔壁村给我介绍一相亲对象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这院子都收拾立正了，我这在家等相亲呢。你说你在这儿一会儿让你堵家里头，你这话咋说呀？这话啊，哎呀，好事吗？正好我给你参谋参谋，我帮你看看。妈，你一天这净能闹呢，有我相亲。你隔壁一寡妇，你上我这儿来，你给我参谋参谋，这你让人咋想呀？啊，怕啥呀？你快哎呀，怕啥呀？左邻右舍的在一起聊聊天，怕啥呀？你那有黄瓜在园里，自己摘了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妈妈在家呗。来了，在家。你赶紧躲了呀你呀、啊！我躲哪去我？老弟，在家吗？哎，在家呢。老弟。在家呢啊！你看燕燕来了，来啦！毛豆，他啊，他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是俺家隔壁的，完了就上这儿来，借锄头来了。嗯、那锄头你给人拿去呀、啊？啊，拿。哎，这不急不忙，嘿，你看你上俺家来了，哎呦！你干啥呀你呀、啊、你快快我给你拿锄头赶紧走。咋了？你这眼睛有毛病了？我有啥毛病啊？那啥，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子啊，我是他隔壁的寡妇，你也别多误会啊。平时没事呢我俩就在一起聊聊天啥的、哎、没别的了。干啥呀你？不是，那你俩好了让我来干啥呀？哎燕儿，你误会了，燕儿，燕儿，二狗子给我介绍啥人呀？哎，燕儿，那啥，你真误会了，他那啥，他真是来借锄头的啊。我就是来借锄头的。你老碰我干啥呀？
哎呦我的妈！没事啊，他还帮我干点活啥的啊。不是，我就没明白了，你啥意思呀？啊？你是不是相中我了？啊？你是不是相中我了？哎呦我去！你没有，你老搅和我干啥呀？你没听说过吗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你咋的？你看我幸福，你气皮是咋的呀？你啊？那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谁还陪我聊天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算你吧啊！我呢，今天指定是没相成。哎，你呀、啊，你跟我回家吧啊，回家当媳妇去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山字加一笔写出五个字，美女就嫁给你哦，只要200块钱就可以玩一次啦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美女，哎，你这个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。写出来就送美女？嗯，那我玩一局。哎，先给钱呢。哦对对对，你看够吗？行，200块钱对了，来写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写不出来了咋整？美女，你看我就能写出两个来，要不你就嫁了吧。连个字儿都不会写还嫁，嫁啥呀？小学毕业吧。嗯，走一边去。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呀？我怎么说也是大学生啊。就这样还大学生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山字加一笔写出五个，美女就嫁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帅哥帅哥，来啊来来来。啊，来玩一把呗。干啥呢这是？我给你讲啊，山字加一笔写出五个，美女就嫁给你。你也真的假的呀？你这忽悠人的吧？真的，美女不摆在这儿吗？哦，哈哈哈哈，是挺美，是吧？多少钱玩一次啊？200块钱就行了。200？嗯，来啊。行，合适。200，哎，正好200了。哎，好嘞，写吧。嗯，看好了啊。嗯，指定我要把你娶回家。哎呦！美女，你看我写完了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后面三个我怎么不认识呢？你看看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呐。我念给你听啊，这个字呢读蛙，哎，这个字呢它读士，哎呀，这个字呢它读干。哦，哎呀，帅哥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你是啥文凭啊？哎呀，我呢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高材生，在学校呢也就是个学霸而已。你卖学霸呢？嘿，那这样，我把我妹妹嫁给你呗。你妹妹？嗯，不是你吗？我妹妹长得比我还漂亮呢。你等着啊，我把我妹叫出来。啊，妹呀、啊，妹！我怎么
么好看。建东，这就是我妹，漂亮吗？妹，来来来。建东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死托，你是男的还是人呐？滚吧你！真是的，不好看吗？姐，怎么样啊？这办法挺好啊，不管写不写着啊，这钱赚到手了，是不是姐？厉害了，走走走，回去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